你看啊，抓从来没有抓到过这些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，他们基本不动他们，他们所有的就是说，你们赶快承认错误，把钱退回来。那当时前几年，李永波、徐志鲁、李永波、徐海峰、周继红，什么这些，包括张荣芳、孙继芳吧，有一个是这个体彩的都干过的，那一直他都没退了休，一直审计他，孙孙继继芳一直审计他，在后来在那个你知道吧？网球中心，这帮孙子都是大把的贪污的钱啊，当然贪污的钱不像那些孙子贪污的几百个亿、几万亿的，他们不是的，几千万、几个亿啊。那袁伟民是因为盖那个运动员宿舍是吧？他肯定贪污了一些。完了这个孙继芳这些属于体彩的时候，他肯定是弄了一些东西。那徐海峰啊，包括刘国梁啊，包括这些王毅夫啊什么这些人，他们就是退钱回去啊，李永波啊退几百万回去啊，那刘国梁就收运动员的多了去了啊，黄玉斌这些孙子都一屁股底下全是。